係。今日你知道愛成就解鎖嚟到呢度喎，心情係點？緊張嘅，因為今日都係一個世界嘅盛事啊嘛，咁就可能再緊張埋下一次啊嗰、那個嗰一級別係乜嘢啦？係啊，期待緊。哦，係都 OK 噶，行下紅地氈都好嘛。用了很多時間打扮，有 fitting 有襯過衫嘅，然之後係都特別打扮嘅，即係可能特登要飲啲齋啡啊，瘦啲啊，大家都促進發寶嘅係。盛裝出席，帶曬啲注意性咁樣，你有冇注意性啊，表哥？Hello。有邊個最想合作？梗係張藝謀導演啦！如果你問我，簡直係演員嘅夢寐以求，想合作嘅導演啦。希望一陣有機會可以同佢傾兩句偈啦。睇下佢明唔明啦，係啊，或者佢講廣東話都唔得咯。進步咗好多啦 ，man 係啊。你哋咧？我私心啊，想同許光漢合作嘅，因為咧有人話過我同佢幾似樣，我想演咩演咩？講笑講笑講笑。因為花姐好中意許光漢嘅，咁我想俾花姐妒忌下咯，係咁同埋都。我都好中意睇《想見你》嘅，因為係都係小 fans 係。老老，我出名貪心啦，全部都要噶啦，我真係唔揀啦，因為電影初歌嘛，唔揀啦，唔揀啦，全部都要，全部都要。真係要講下花姐集。花姐真係有好想噶，佢今日嘅其中一個目標真係噶，係。我驚佢到時怕醜唔敢入。都似會係，都似。啱啱收錯風，以為許光漢唔嚟咧，佢唔開心咗半秒。係啊。發現原來真係嚟咗，佢真係好開心噶。唔用招數啦，直接同你講，我有個朋友好中意你，可唔可以影張相啊？咁樣。用國語講一次。Hello， 徐光漢，我有個朋友很喜歡你，可以拍個照嗎 ？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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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練咗。進步很多。對。當然完全唔介意啦，都希望添啦，係啊。歌影視所有嘢都國際級別，咁啊最開心啦。但係講到尾都要自己再做好啲先，即係無論語言又好啊，演技又好啊，先可以再接到一啲好嘅作品。冇錯。出 trip 嘅機會幾時會有？好快已經有出 trip 嘅機會啊！我就未有嘅，就因為最近都仲排緊一啲。工作啊，係啊，所以就仲未收到指示。有冇啊？你都 IG 講啦。都就嚟啦，就快去日本咯，做拍攝咯。電影嘅拍攝啦。日本名物。但係好快翻嘅。香港導演。香港導演。係。劇透啊！商業秘密，商業秘密啊！好睇咯，好睇咯個角色，好睇。有發揮嘅角色，係睇到發揮咯。睇咗劇本都好中意嘅，係。係好有刺激，好刺激咯！我覺得呢套戲係刺激咯，刺激感。等先 ，shopping 真係佢啫，係。唔係佢都會買衫嘅。睇有冇機會咯，因為拍攝嘅過程都好緊密啊，即係時間都好，未必好足夠。咁所以都未必有呢個時間啦，今次。即係我諗，就算真係有 free time， 都可能真係純粹揾啲好嘢食咁樣。shopping 都好 hectic， 好攰啊！留幾耐啊？留商業秘密。唔該曬 ，thank you， 辛苦曬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